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视组组长周志豪。学校是学习的场所，请做好防疫工作，让咱的囡仔有一个安心的学习环境。请家长注意囡仔的健康，若有发烧或者身体无爽快的时阵，都要赶紧去看医生，并且在厝的休困。也请大家爱共同来配合。第一，依持教室的通风，若有开冷气的时阵，对角的窗仔门爱拍好开，环境嘛爱依持好清气。第二，团体食食的时阵，爱请固定学生来夹菜，嘛爱会记得先洗手、量体温、挂好嘴安。第三，坐交通车无着大众运输工具的时阵，嘛一定爱挂好嘴安。学校防疫好好做，安心学习有保障，大家做伙拍拼，共同守护囡仔的健康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位老师，欢迎收看咱当中狠角色，每天呢都出色。你讲看到今仔日这个播阿娘会哦，坐落咧落到370点，收盘咧落305点，会惊无？好，大家会惊吼？啊，买股票还是卖股票？一般大家哎呦，看到这落哦，啊好啦，凊彩啦，乌白白啦。乱了方寸，也乱了章法，不知所以然啊，就是怕人性嘛，这你知我知啦，对不？啊，为什么原因？来来，咱先了解一下。今仔日吼，唔是干那台湾落啦，亚洲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上海，来，大家拢落。第五哦，蛮平均的啦。算算诶吼，平均跌幅1.76%。所以啊，因为就是美国的盘后，哦，道琼 SP 个小 NQ 诶、欸，即只安尼嘛是拢小跌的状态，平均落啊在0.44%。因为国际盘伫修正啊，难免啊，啊咱台湾吼、哦，啊都对咧落啊，哦无要紧啦。但是你有甲注意看？咱要那个看未来，从价、从量来个解释未来会安怎，好不好？咱做股票吼，不是凭借这两个字啦，读做台语就歹听啦，或者啥侥幸啦。咱做股票吼，我来讲要有根据，要分析，再来个推理未来。要有方法，要有策略，赚到才实在，了不了解？安尼才咕咕等等啦，不是空穴来风的。哎、欸，来，先甲了解成交量。今仔日成交量3276亿。老师啊，这唔免你讲，我知啊。哦，对，啊涨偌济？涨3028亿。哎、欸。啊！你算算，今仔日的成交量比昨增加偌济？248亿。哎，啊，毋是落300多点？哦，啊，卖股票是为什么卖？你知我知，就是惊嘛。后来，反倒转来，我请教你，今仔日的量比昨增加248亿，啊，这买的人拢空的，拢笑的，他。为什么买？我问你啊，那既然有这个这样的成交量，表示有人买，有人卖嘛。啊，卖的人是因为怕跌了300多点，惊到要死，乌白买啊。那买的人是乌白买吗？未必。哦，你要先了解知己知彼一下。哦，你在想哦，冷静跟思考，那这东西我应该要怎么做？哎，胜算比较大。
OK， 来，刷嘞，再从价的方面来甲做分析一下。哦，二位老师讲啊，啊，就这条线甲画落去，啊，拄多少哩？啊，就回撤支撑。啊，回撤支撑好来，咱简单讲吼，那今仔日暗时，这个美国盘跌幅没有超过0.44%。来来来，你再来个看吼，这个盘会飙无？会起无？因为今仔日落300几点，买人在想啥？重点是伫遮，所以咧，伫这个关键时刻，你要做对的事，你千万唔通阁错失机会，再来讲啊，我都要死呀！迄歹势吼，迄种上班啊，都敢那吼，宏观进前，咱一个投资朋友都是思考啊，啊，都要休再讲啊，无等吼，迄个春节吼开放盘了后再来做就好啦。结果你想嘛想袂到，春节前跟春节后位置点不一样，成本不一样，然后呢？获利点也不一样，啊！你若讲过年后买，真济哦，甲今仔日来，哦，十个九个套牢以后，所以嘛，你所想的，甲盘的变化，未必如乎预测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迄当时宏观进前。二位老师一直跟你鼓吹啊，一挂好股票未歹啦，你加减甲买啦，买来藏一下，对不？藏个小波段的，等到过年后来买，拢很 OK。人去2月2号宏观进前，火力翁有无？人去2月2号火力翁720，甲先买进。东港发生什么代志？现买现涨停。那安尼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赢在啊？刷嘞，新春开红牌了后，2月19号来，火力翁935，敢卖出935，来，安尼，咱干来算这抓到，宏观进前，甲新春开红牌甲卖掉的安尼，215块的价差。720买进，935卖出，安尼有爽快无？过年前、过年后大无同。啊，咱实在讲个啊，过年后再讲，我二位老师嘛未去骗人客，迄嘛拢三秘书相送个，啊，三秘书相送你也收袂到啦。嗯，啊，即安尼过年前、过年后，嗯，啊，即会费都赚回去了，啊，你都还未纳钱呢，啊，都已经赚回去了。安尼赚着爽快无？哦，趣味啦吼！所以我讲嘛，关键时刻啊，你要做对的事啦，不要盲目去乌白来啦。我上惊就是咱这投资朋友乌白来啊，浪费青春，浪费金钱，要创啥啦？你个扫描 QR code 就这简单，对二位老师来啊，讲哦，天乌一边啦，你甲看宏观进前啦，来啦，2月3号啦，天意。2月3号，天意嘛，135.5个买进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哼，又个现买现涨停啦！啊，你这趣味嘞！哦，对二位老师来，哇，这啦，常常你现买现涨停，哇，爽死呢！重点是伫后边，唔是东港就煞去啊，对不？继续去。刷咧，宏观迄一天，吼，甲你急拉涨停。新春开红盘了后，哇，一架到底啊，搁来咧，继续啊，搁涨停啦、啊。阿娘话啊，哦，你起袂煞啦。2月19号，开红盘了后，天意223，甲卖出223，人客，这就是天意。
宏观进前，鄂宜老师给你建议135.5买进，新春开放盘了223给获利卖出，这样87.5元的价差，64.6%，几乎每天就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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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若这个代志若佫发生一摆的时阵，我请教，有想要心息无？啊，当然袂吼。所以我甲你讲嘛，伫这当时这个关键时刻，你都爱对号入座。趁钱无等人诶，三等四等诶，伊佫等着啥？等着迄个袂灵境诶啊！都。时机不对，价位不对，你跟他说你怎么赚钱？真的难啦！我跟你说一句实在，要有方法，要有策略，好不好？不是哦，黑白来靠侥幸两个字，都要来股市专家，365行都给改股市这行啊！来，刷来再看咧，宏观那一天，2月5号，凯美106，甲新买进。老师，啊，你这当然买了去也无叮当啊啦！啊，你买这个股票安尼敢有效？啊，对，动工是安尼啦，宏观迄一工，看是安尼啊。人客，新春开红盘，涨停板，2月18号继续起，2月19号要阁起，2月22号人伊就要阁起。起到2月23号，来凯美145.5，甲获利卖出，安尼145.5，人客宏观迄一日，你讲无去嘛？结果咧，新春开红盘了后，逐天起，逐天起，起到后你挡袂牢，39.5的价差，算算诶，37.3%。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嘛，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发生第一次啦，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嘛。眼前如果说，我刚才跟你说，如果今天晚上美国盘跌幅没有超过 0.44%、你再来看，看明天会飙吗？我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好没？赚钱没等人啦，三等四等，就火车过，再搁你分比比啊！所以讲，这音量爆发力的，明仔载要公开。哪怕我今麦跟你讲，这就都一支股票啊！你知道什么价位买吗？你知道什么时间点买吗？你唔知啊，嘛是有个默默收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要赚钱，都爱有方法，爱有策略。就你讲啊，2月份。坐歇了11天，那个年假，你怕怕不到顶，咱实在讲吼，我无漏亏呢，这拢公开哦，环轩、力旺、天域、凯美、利基、新向、上银、文茂、创意、华新科、嘉登、金鼎，这完全拢公开哦。结果你看咱安尼赚偌济，加加起来哇，安尼啊话哦，好，437块的价差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你甲乘以1000，为什么乘以1000？一张股票1000股，算起来话这437,000块。2月份发生的代志，你认为用侥幸赚得到吗？尤其行情安尼，要去唔去，要落唔落安尼啦，拢一日行情啦。你外高母，卖骗我！我就说嘛，要有方法，要有策略，你对你来，就对你赢就好。咱赢不是来，咱到2月份才赢。我才说起来吼，这样咯，人客来，顶年8月份，连赢20天的啦，什么会连赢？当冲啦，迄只赢咧，哇，妥妥甲加起来315,500块啦，一张一张做就使啊，免济。再来9月份，继续。一赢嘞，嘛是超过20万。过来10月份，吼、哦，这赢了再济嘞，吼、哦，超过70万，超过70万，拢一张一张来哦。
刷了11月份，搁刷了来，这又搁超过40万。咱一个月一个月，甲做结算来，顶年12月份，来你甲看，这咱赢的嘛是又搁超过30万。过来，今年1月份赢甲破纪录，连赢21天，人客偷偷加加起来超过40万。所以就是我头拄仔咧讲的2月份，人客超过40万，都爱有方法，爱有策略，唔是咧默默收乌白分的都有哦。不遐简单啦，所以我甲你讲啊，明仔载这件是关键时刻，做对的代志，你甲扫描 QR code 就这简单，免分免聊，先对咧来，对咧赢，好不好？这么简单，来，我讲今仔日咧，哎呦，落300几点，安尼咁好，我知啦，你伫想啥，我拢知啦。来啦，分你偏方一个啦。赶快做多哦！来，齐立新，这是不是今仔日9点16分，101块，敢买进？101，收盘嘛101。我这拢是话实讲，人客齐立新，可是啊，为什么要买齐立新？我跟你讲啊，吼，因为伊的产业吼掉租啦。啊，5G 也有分啦，哦，啊一挂迄个被动元件嘛拢有啦，讲电感啦、电阻啦，吼，磁性的元件拢有。今年的获利成长50%以上，哎、欸，你要看讲一间公司获利成长50%的，要多吹啊，少之又少嘛，甲算算的本益比在偌济，不到15倍。欸、你不感觉他很委屈吗？啊，若今年佫继续成长50%呢？这股价唔是安尼尔呢？人客，这就是我甲你讲的方法策略。咱爱找的是找热度的，唔是来这靠运气乌白标安尼乌白社会标乌白买，安尼会对吗？这拼的啦！你有看讲今仔日落300几点？咱介绍的齐立新，拢伫平盘以上，有无共伫对无？好，来，反倒倒来，我甲你做请教。那一旦马仔止跌反弹，什么股票会先走？是今仔日无落的，还是今仔日落只深的迄种股票会先走？你讲咧？当然，你脚头想嘛知。这个无落的股票，今仔日就是买盘支撑，明仔载会飙。简单报告完毕，这就是我的思考逻辑。咱讲这吼，就是我讲的，要有根据，要有分析，要有推理，不是空穴来风。安尼会员对着唔在安稳，对不？新瓜头在安全啊，啊无对一个老师安尼出生入死，哎、欸，甲咧跋筊咧，安尼靠运气，迄种袂久长啦，了解无？算咧，二一老师昨昏就甲你出招，讲哎、欸，不要再错过咯，三等四等，啊，咧等啥？等到吼、哦，趁钱机会又搁失去啦，尽得啦，尽得，今仔日安怎做？尽得。505，赶快哦，做多哦，买进。景德530，甲当初卖出，安尼25块，那个跌那跌小小，这样不是挺好吗？你啊看讲落300多点，竟然二一老师介绍的股票会安尼飙，会安尼弹。运气好吗？就我跟你讲，要有方法，要有策略，不是来这碰运气的。包括这个群联嘛是，对吧？455买进，460卖出，啊，当然啦，赚无济啦，5块啦。
你先甲看嘛，今仔日咧盘什么款？落三百几点？咱何会完买这个股票？白白做多来差遐侪，这就是功夫底无共嘛。拄我讲个，还有方法，还有策略啊，包括哩，咱昨昏伫甲你建议个，哦，今日啦，三月三号，对，精彩，精彩，167买进，啊，就安尼啊，刷咧咧，为虾米买进？过来咧，今仔日收173，嘛算算个还佫赢伊6块咧啊，有啥好错？那为什么你买的股票未赚呢？美角都差在这啦，刷咧享受咧，昨昏1655买进，人客为什么买进？内行一看就知，今仔日就算讲落10块落来，哎，收盘1720，甲咱昨昏1655，安尼还佫赢65块，互怕互，是不是？包括昨昏啊，还有利基啊，做当冲啊，575啊，甲592啊，还有赢17块的价差的啊，差别就是伫遮，无共就是无共。人去，所以我甲你讲嘛，伫这个关键时刻，你不要再迷失啦，你莫搁你默默守啊，那个是，搁道听途说，迄要创啊？有没有根据啦？对不？啊，你有甲分析无？啊，你有甲推理无？啊，拢无，啊无，你就是要赢哦，吼，这简单哦，哈，卖啦卖，干哪要安尼哦？你甲扫描 QR code， 免分免聊，你明仔载对鳄鱼老师来，关键时刻做对的事，对的来，对的赢都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稍微先进广告，稍后马上回来。除非取得授权后才能和大家分享呢。抱歉，身为直播主，今后我做直播时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。直播有授权，分享才安心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涨停，涨停又涨停，你抓住了吗？亚太国际精英团队，眼光犀利，经验老道，专业领航，强势获利。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，02-8512-5858。2021贵气金牛来报道，188超值限定，让您油气冲天，无往不利。超值专线02-8512-5858。明仔载关键时刻，你绝对要做对的代志，莫阁逐回买股票就是再来后悔啊！我要知，我来跟你讲，你明仔载吼天光透早精神的时阵，甲看美国盘平均跌幅有没有超过-0.44%？如果伊若翻红，哇，爆死啊！
它就是往上了。为什么？你甲思考嘛，今仔日的成交量比昨增加248亿，增加的原因是啥？卖方就是去300几点的跌幅惊到乌白买，那买的人呢？伊是乌白买吗？你爱知己知彼，而且呢，技术现行，得甲你讲，反弹在即，你卖个乌白买，好不好？啊，要买股票吼，唔通哦，哦，三更四更去更到迄个未灵更啊！我来讲嘛，咱做股票，要有根据，要有分析，要有推理，唔是来靠这两字，差别真大。效果呢嘛差真大，就我讲啊，利旺过年前，甲你介绍，安尼就赚嘞超过200块。抓了这支天意，这标的天天要涨停，我嘛抓伊袂掉。这摊的超过64%，这支凯美嘛是宏观迄支介绍的，结果呢，逐天要甲你去。啊，那这个代志阁发生呢？要来申请无？拄我讲，咱今仔日为什么要买齐力新？原因道理，它的基本面好个变鬼嘛，对不？啊，多头走势啊，你是阿龙，何里见真章？今仔日什么股票无落，一旦啊反弹，绝对先行。所以讲，我准备好啊，请赶紧扫描 QR code， 马仔对我二位老师来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